你莫欺负吓我哦，我毋是欺负咱迄囝大汉的哦。那甲我爸甲娘讲哦，咱妈兼咸啊，看你要怎对我迄爸仔，我拢无意见啦。这倒是了，别讲啥。喂，杨振杰，我挂掉。啊，小丽，你心肝有够恶毒呢，你出门要看志玲伊死死。哦，人无大，买一张我那个假牌子嘞，伊就会落架啊！你也差不多嘞，我跟你讲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翻脸皮啦！大爷，无需要去酒吧发脾气。我黄振杰还未摕到钱，心情应该袂对明昌阁团安怎？咱先想办法调钱较要紧。何小丽唔拿钱还袂装好，搁较呛声呢。啊，我看伊是靠袂得你去死。振杰啊，那小丽既然可能存一滴水来唱求你啊，凊彩听听就好啦。搁再等一日，我小心准备好消息进来。我嘛希望是安尼啦。哎呀，不过你若死伫咧遮，嘛应该无啥好怨叹的。你应当作是你红志忠一生作恶多端，报应提早到。敢讲，我红志忠真正受到报应啊！就算是，也不应该是由杨振杰这款人来制裁我。我只想要问看卖，你有食老菜脯无？啊，对你的手较好无？有，好，迄菜脯汤的滋味哦，真好，真香，真甘，嘿，真亲像啊！你人生的过程中啊，勿失去啥物，啊，不过咧，又搁甲失去物件找回来，一种滋味。大叔弟哦，你讲话这么有学问。我记一个讲给你听，你就知影。来，坐啦。坐，坐。坐下。阿玲讲，你爸爸已经过身去啊。嗯，我妈妈是安尼甲我讲的。可是有一天吼，你发现，其实咧，恁爸爸。还搁在这个世间，而且呢，你搁甲伊团圆啊，那是什么滋味？我唔知呢，我从来都唔捌看过阮爸爸，啊，阮妈妈嘛无爱我想阮爸，所以我对爸爸无甚物感觉。啊，假使讲，恁爸爸。真照顾你，真疼惜你，安尼，你敢想要滴这个爸爸？应该是会啦，也毋过这嘛是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当处长，我也是无法度体会你拄只所讲迄款香又搁甘的滋味。啊，是的。我再坐一会。喂，哦，出头给你哦。是的啦，我还没找到厝呢。我拜托你，给我待一礼拜好不好？一礼拜以后我一定搬。
有啊，我有去找厝啊。也不过因为我最近找了一份头路，啊比较较无闲，就暗时的时间有法度去找厝，所以我们才会去。喂，喂，出头给你。无拿出水了。不是啦，是租期到啊，厝头家娘要甲厝租给别人。哦，安尼就无厝通好住咧。搬来阮家住好啦，啊，厝真宽咧，还佫有空的房间。袂用你啦。我是公司员工，要来你锻炼的。这哪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总经理的助理呢，锻炼阮家处理一挂工课嘛较方便啊。下班了哦，就等于款款的，我派人过来那边给你倒搬过来，好。嗯。莫搁提事啊，好。董事长，多谢你。我将来。都唔捌拄到蔡秋丽对我遮好的人，就细汉我都无爸爸，我唔捌互爸爸照顾过，所以我伫咧想讲，假使我若是有爸爸，应该会参照你同款对无？是啦，伊嘛会做疼惜你的，吼。董事长，我今嘛总算能体会讲你拄则所讲迄款。失去，又搁得到滋味是啥款呐？多谢你。董事长，我咧想讲，你以后叫我小雨就好啊。小雨。嗯。我妈妈哦，较早拢安尼叫我的。哦。哦，小雨。嗯。你妈都叫你小雨。小雨，已经一天一暝啊呢，明昌一点仔消息都拢无，啊是要安怎才好啊？何小丽。我问你，明昌感冒到底有严重无？伊敢有发烧？啊，毋是我出来去看医生，我哪会知影？阿贤，怎有送到无？差不多啊。你真是卡来了呢。喂，杨振杰。哦，分析的贤呐，咱两个真正才有缘的呢。啊是安怎？行到倒位拢拄会着你啦。这小查某即马把这歹工拢撒予恁，别甲林小伟，即马我甲你讲阮大爷的代志。这小查某敢有甲恁讲袂用报警？放心啦，袂报警。真好，飞弟，你甲钱摕来，我就随放人。代志都是这尼啊简单啦。这边明昌破病破甲真严重，你今天是来叫明昌啊？吼，啊，进前刚临地甲一时惨，即马也要共拜托啊！哎，就是我这做人也拜托你，你今天叫明昌好无？我已经在总结啦，大爷，我问你，当初你卖杜家村那过关的钱，藏在倒位？遐是都踮在世界饭店里扣出来的。何小丽姐啊，买了就钱拿出来。户头内面真正有钱？那当然啦。不是，莫阁啰嗦啊！一点钟以后，你甲1,000,000准备好，我会阁打电话互恁，甲恁讲安怎付钱啊。啊，你若是甲我阁拖1分钟吼，我都无想要算啊。你着听好，摕遐个钱替因爸仔囝收尸啊！杨振杰，你莫乱来哦！听讲，何小丽迄小查某来就好啊。
我打发迄个有人跟伊来，我就结束这个交易。阿贤，杨振杰安怎讲？伊讲七点钟了后，爱甲钱送去指定的所在。我即马出来领钱。安尼无我的代志啊吼，我要先倒来休困啊。等下，杨振杰指定你一人送去。啥？ 叫我送马起好，我无爱啦。无闲的啊，囥在户头的钱甲我偷出来。我户头无钱啦。你莫讲骗啦啦，阮同阿公有。我户头的钱早都黑黑银行啊啦，这条唔知影啦。何小丽，你莫讲袂散咯。我就是无钱啦，过年去甲我爸是爸爸老乡啦。好，这条你唔出，阮爷你阿开，要唔无你一定爱赶钱去外公大爷因爸仔家倒来。 杨子健若摕着钱以后，要杀我，我是要安怎？我甲见到暴力啊！好啦好啦，我若有回应，你还赶紧出来给我。小雨，哎呀，唔得搬来咱家住啊！哇，这个查囡仔大笔，巴肚较大坑的，竟然敢讲要来咱家住。 我叫伊搬来住的啦，伊的租期到啊，啊厝头家要甲厝收倒转去，你就无所在通好住。无所在通好住，你会使叫伊去住好铁路啊？这，阮家房间遐尔多，分一间回转哪会要紧？啊，有滴咱厝干哪咱三个人念啊，加上做伴，毋是加做老爹。嗯，爸，你即摆讲即个意思，我加减听有啦吼。 要唔过咱维国公都转来，当初直接比如伊对你安尼一二十年哦，啊，伊伫个饲得咪外面哦，啊，饲个面皮啊了薄薄哦，啊，而且咧迄个腰敢若袂做敢若水烫共款，啊，伊靠尾搬来咱兜住，啊，你讲你毛你个冤家弟，伊个好出去，买好落来，啊，即马即个小姨敢若摕一罐老菜脯，买互你食，讲要治嗽，啊，你都还袂食完嘞，你都要叫伊搬落来，爸，你个要安怎你伤过钱要紧啊？ 今次嘛，你是讲啊倒位去啦？我是同情伊无所在通好住，伊是标伊标啊去咧。爸，小雨才来无偌久尔呢，伊是啥物款人，你若无了解，你即马就何必来咱家住？你干吗安尼咁好？你是惊伊甲咱厝光去卖哦？啊？只不过是有人要来住咱家尔嘛。你都甲当作是咱足远的亲戚，要来咱家借住，安尼就好啊嘛。 为什么谈好大件小怪嘞？啊，啊！这厝内面哦，向阳过节的人哦，那这毋知是天顶落来礼物，还是天顶落来炸弹？我搁想见即马三步半截了门嘞。无记啊，好啦，既然爸爸回爸爸的住，就照爸意思。啊，毋过爸，小雨是我的助理，伊若爸爸厝内底住。 头家先要写份哦，清清楚楚哦。伊要来投，我计会看出来，啊，整理东整理西，你是袂用讲唔的哦。新婚就写份哦，清楚。若无以后要叫伊做代志，是足歹教的呢。好啦，哎，你也莫讲安尼，花枝花落当作使用人呢，无对人歹势。 已经遐久啊，大人下坎是囡仔，才是袂堪啊！你着凊彩出去买一个物件，互明昌食好无？王志忠，你即摆应该烦恼的是你家己的，毋是囡仔。但时间已经到啊，方世贤还袂甲钱送啦，伊共款甲你装死的。陈志，我拜托你骂安尼好无？我说等下时间，我相信钱紧就会送来啊。 我已经无迄个耐性了。我等愈久，我的处境是愈危险。杨志忠，你若要怨叹，就怨叹你家己做人失败。你的妻子唔肯替你装钱，你两个兄弟无要插你。陈志忠，拜托你，无你今仔先帮我算，定讲我的钱替你去装这条钱，好无？
你把我当作是白心，你莫怪我。谁叫你当初害我变作通缉犯的？我有办法啦！我有办法替你自己罪名，你莫害我！你给我变什么出头？滚！刘茂祥死的时阵，我伫咧现场，我当证明你并无害死刘茂祥啊！你做你个事，我一定会甲警方讲，当当时是你两个发生冲突，是刘茂祥家己无说你跋落去山脚卡死的。法官凭什么相信你啊？陈姐，但即马刘茂祥已经死啊，死无对证，你会甲我讲讲，是较早是我过你所家落去落去大只来害你啊？李小陈姐。当作是你爸想世界饭店的财产，这个大事我应该跟你计较啊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若是不相信我，咱即摆应先再结束啊！陈姐，他即摆跟你有怨恨的人是方世贤，不是我呢。当初是我跟你作对，是因为我要将世界饭店提倒转来安尼尔。上加重要是，跟你有冤仇人是方世贤。害死刘乐人的是彭世贤，不是我。你能放我一条死路无？我暂时相信你，要不过你也记得哦。你若变鬼变怪，我让你死个真歹看。杨振杰，知影我甲今日有地难。我知啦，我的性命真宝贵，你莫害我。放心啦，你进去。我甲你讲哦，我歹听话先打进前哦，这钱是恁借来总来哦，跟我无关系哦，时间你莫找我甲志忠讨。放心啦，这个人就我负责，进去啦。你跟刘备，准备通知警察。李小丽，今天空大汉跟明昌。大爷，你要紧无？哎，你是安怎到这么这来的？啊，万不你杨振杰来气功，伤害我跟明昌是要安怎？你是准备要害我死的无？啊，你是在拍戏啦？又讲无想，哈华爱陪，煞知影，恁总嘛要牺牲一大来救你啊！何小丽啊，煞错你啊！我大爷搁这么冤气，应该无代志啊。来，阿兄，你开。明早给我啦。乖。你是否会关心明昌啊？安怎？你是我生的？呀，没有，没有。有六零在接无？伊这边电源敢若真熄啊，叫找无看的人啊。到报警？有啦。你去报警？伊通知我，通来报警啊。报警好啦。小丽啊，来电灯啊。野白，先说吼，你甲米莎食过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哎呀！
杨振杰出手哪会这重啦？啊，这个放心，我无代志，不要紧啊。爱钱摕，人走去倒啊？伊无摕着钱啦。无摕着钱，无摕着钱，哪会肯放你转来？啊，原来可能想公司就是根本提无，直接去加警察开掠，所以家己落跑去啊。杨振杰是有够过分的，以后一定死无人办。人若平安无代志就好啦。你无代志，阮当然阁有代志的啦。待我甲志忠转去哦，该面对一大堆债务的。这怪谁啊？你应该做得来的啦。什么问？是方世贤。何小丽，你是黑白在讲啥？这跟我阿贤有什么关系？哪会无关系？那不是阿贤甲杨振贤甲阮去爱着乐乐，今仔日敢会发生这么多代志啊？何小丽，你嘴甲切落甲清气啊！乐乐已经死了，你讲话若敢去侮辱乐乐，我真正对你无客气哦。你先莫生气啦，我讲这话哦，无歹意啦。我想讲，这家教你别负担一点仔责任啊。无，你到底是爱我安怎？啊，既然你已经将这钱来救志忠，啊，遐钱嘛无用着，啊，你是不是会用小小恁大兄小周转一下？哎呦！我今日吼，总算是大开眼界啦！就我出世到今嘛吼，我唔捌看过像就你这种的查某啦，哈！哎，这是阮家内事，拜托你莫插嘴好无？哦，我莫插嘴，我莫插嘴哦。领导的代志啦，恁家己好好来处理就好啊啦。何小丽，你出干的呢？妈，我是打你的话，顺你的意。啊！你不是烦恼伊兄弟无好，啊！就趁即摆这个机会啊！阿贤帮志忠，啊，摕一笔钱来解决志忠的困难，安尼哦，志忠哦，就会感谢伊。啊呀，伊兄弟就会互相斗三工，说来，你的家和万事兴。小丽啊，我过平日你嘛少替我顾一下好无？哎，我是咧替你争取福利。何小丽啊，哦，你实在做袂见笑的呢，连阮大兄看袂落去啊，叫你出去救阮大兄，甲你的囡仔，你一直爱无钱，啊，若不是阮二兄，死的去杨宗钱，才赚了八百万出来，即马竟然少收伊的钱啊？啥？八百万？不是一千万哦？哎呦，恁家人实在有够夭寿的啦！啊，钱做无够，竟然叫我去救人哦？哎呦，好加在哦！天公伯疼好人哦，啊杨振杰哦，无家己退去，我真正是稳死的啦！哦，哎，你是咧爱啥？叫你提袂大家出来买款出来，你讲银行爱行，袂用爱动的，叫你去做，你看我装无？假男受二兄，敢有再叫大兄出来？李小丽，这么跟你讲，敢是事实？咱即卖情形，你也是毋知影。杨师傅啊，哎呦，来，多谢，你等我。哎，你要走啊？嗯，是啊，我讲明早叫杨师傅接我归港啊。我先传明早登记休困一下，我先来走。等等，小等嘞，今仔日兄弟两个。替你出钱出来，才把你救出来，你连一声多谢都免讲哦。阿贤，队长，多谢。好去啦，我白辛苦啊！你甲动诶，是要创啥啦？即摆我帮你整下。你是要告诉什么小啊？
你无顾着我跟明昌的死活，大嘴就硬硬要夹死。我操！昨天那明明着我袂度假村的事，是安怎你们去提出来叫我跟明昌？你是不是没良心？这个先回答过。Go！ 你有够戆的嘞！恁敢存遐的钱尔，那全部退出去，恁什么拢无嘞？大哥，你等下，我是要靠什么吃穿啦？那今麦搁一大堆债务，去逼到走投无路，死到哦，咱全家亏啊，我做伊跳岗啦！好佳哉是我巧啊，把遐的钱夹掉的，死到唔肯放，好方式去做遐的钱。那真正总无钱，我就把钱退出来嘛。你就是安尼啦，代志无分我前策，对我起卡动手。就算讲我无要救你，我嘛会救明昌啊，因为我是明昌的亲生妈妈。我认为你即马所讲都是真的。那告诉阿平，我绝对好你死，而且好你死甲真歹看。物件拢搬入来啊？拢搬入来啊。董事长，多谢你啦。那不是你收留我，会让我真正不知要搬去倒位。莫安尼想啦，你来大城，厝也嘛较老嘞。啊，你物件看看嘞哈。哦对，这有派人替你买一挂新的衫。特别试穿看卖嘞，啊！不行啦，董事长，我搬来这已经足久了，我要来好意思给你开钱。好咯，这的衫哦是要给你上班时穿的呢，哈！顶届哦，看秀金替你咧经商的时阵，我就按算要替你买啊，啊，拄好你搬来，我就顺便替你看看嘞，不行啦，董事长，这的衫这呢？我搁提示啊，啊，衫都已经买来啊，啊，我也袂穿的，啊，是讲叫我替你去害人。好啦，我们来外口泡茶，啊，你物件看看嘞，哈，衫就穿看卖，啊，来准备开讲嘞，来外面，好，坐下，好，泡一个茶，好，啊，都卖客气，当作家里的厝，好。等一下，董事长。对我这么好，等伊认定我这个糟囝，我就用挂山脚开跑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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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董事长。哦，你穿这身做好看啊！你看，来，哦，你看啊，有水哈，真大胆啊！多谢董事长。我真正啊，小弟买你衫吼，水是水啦，不过无啥合适。哎，这舒服，这舒服。多谢你。免客气啦，啊，你是小弟的助理，啊，对处处的地方，请一定要讲究一点嘛。连工，我这个要归属啊，好哩。好。没拿啦。大家，大家。哎，啊，咱来泡茶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我泡你啉。哦，好啊，来，你泡好啊，你泡。来。
要泡茶都要坐注意，哦，这里这里哈。啊，不过我不想要泡茶。要给我咖喱啊。好。哎，兄弟们，进来啊！张经理，老陈是你好。在啦，坐下。爸，你真正要秀琴的助理带领导？吴小姐暂时无出来谈合同，带领导哪有要紧啊？大了，这里大了，还是讲，你即马坐点样泡茶，当时了啉吼，你几个形看起来做啥物？茶叶馆的小姐呢？麻烦你去泡诶，切水果无？好啊，我即马去切。哦。衫你穿起吼，无合适啊！嘿，你要对你安尼出出滴滴的吼，我紧去刷衫，我等你看。对。爸，你安尼，你听起来是不哩有理啦吼。不过认真个想起来，认真个听起来，我咱讲真个，这有淡薄较奇怪哦。什么通好奇怪啦？食品公司啦吼，啊，工程公司啊，逐工安尼出出力，员工遐尔多，啊，照安尼讲起来，应该是拢清查袂用凊彩。假使讲若有人清查凊彩，啊，你是毋是来拢要买啥互因？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伊是收金的助理，毋是一般的员工。啊，人即摆有困难，住伫遐难道？你嘛较有度量，你毋通入门就甲当作使用人共款咯，啊，还佫叫人去切水果咧。爸。无记得讲了嘛，无唔对啊！本来就讲好诶，伊来到咱家，就来斗做一挂厝内底工课。你拄则有泡茶互我啉吗？哎呀，他倒是有泡茶互你啉啦。不过我是咧感觉讲，啊，佮感觉讲你嘛是伫外面海选诶老大诶，而且佫是一家之主，都算讲地动哦，要泡茶互你啉嘛，要敬人敬辈哩。啊，你。以前泡茶工具不是我，就是迄个秀琴，阮两个坐他们家泡茶来啉的，对。人讲真嘞，这查某囡仔，就算讲伊唔捌规矩，你无讲我听，你嘛袂使让伊坐他们泡茶来啉吗？啊，你无跟秀琴以后是要坐来倒去吗？先落要讲，不该让你清楚啊。已经住入来咱厝啊，哦，你搁讲安尼让伊听到，那你对人歹势啦。拍摄拍摄，伊拍摄我都袂拍摄，但我面皮也毋是卫生纸搞的，当然。来来来，来只水果。哦，来来来，走，来只水果，水果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坐来坐回家，啊，来，坐回家。袂用的啦，我只不过是总经理的助理尔，免哪样和你当这只。安尼无礼貌。啊，不要紧啦，即摆伫咧厝，啊，毋是伫咧公司，啊，坐啦，坐食啦，来来。真正唔免啦啦，董事长，恁大头食就好啊。哦，我拄只切水果的时阵，厨房我未看，无即摆去看看嘞。董事长，恁大头食，若无够，再跟我讲吼。紧啦，爸，那本来就是应该爱做的啊。来啦，吃水果。吃啊，吃。爸，他以前的水果吃起来有较甜无？
水果本来就足甜的，啊。嗯怎糟蹋你？你这个吃软饭的纸老虎，我根本都不把你看在眼里。这个衫摕去行动署长，是安怎？因为这个衫伤贵重去啊，真正无适合我的身份。搁再讲，无功不受劳，无道理让当署长开安尼侪钱啊！我是看是穿这个衫啦，今日出来替洗碗嘛比较方便啊。当署长是咪你给留落来？这个衫伫厝内底穿，确实无适合啦。啊，不过用咧上班穿啊。你即马来对我四界去，穿下台面嘛是应该。也毋过，罗先生敢若无啥介意看穿这个衫。确实啦，我家己嘛知我无资格接受这个衫。你大家对我遐尼好，和我半礼拜大。搁把我当作是家己老弟咧看待，我应该着爱做感激啦。要哪安尼唔知影轻松？我看我是把这个衫摕来行动书顶。好啦，你莫找着阮爸伊，你留落来偷偷穿。你今物人把这个衫摕去行阮爸，安尼毋是害无寄去阮爸咩？来，这个衫哦，拢无少，来去吊扛去，好，我来就好。小雨，木吉阿姨对你这款态度，原因嘛真简单呐。因为阮结婚这么侪年，伊从来都唔看阮爸对一个人遮好。你开始跟阮爸讲话，无讲哦，绝对无人相信你实在不甲一个月。因实在当署长对我来讲是一个奇迹。当署长，伊改变我的一生，伊带我去实在一个完全无同款的世界。你到即阵，我阁了想讲我家己迷茫。唔，那是当署长，就连总经理，你对我来讲嘛是生命中的贵人。因对着你身躯边，甲你合适，做你助理，比穿水衫、阁食好料的，阁较欢喜啊。总经理，当署长对我这么好，唔知你无欢喜？我是安怎要无欢喜？因为你是当署长的姑嫂囝。总经理，做你放心啦，当署长伊只是咧可怜我、同情我，因为你阁有罗先生伫咧照顾你啊，所以当署长毋只会给伊一点点啊爱心分互我。你放心，我知影我家己爱有分寸，我绝对袂替你惹麻烦。你哦，小怪兵干嘛啦？我凊彩问问的尔，我没有可能跟你吃醋。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我这里想讲啊，我若领到头一份薪水，我就要马上搬出去。万一若造成罗先生甲当署长误会，安尼我也就袂得过。即嘛是卖去想遮的啦，无计啊，这人做代志较细腻，你也拄着伊就较好咧。我相信总有一天哦，伊一定会接受你的。
多谢你的鼓励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我的全力做到罗先生满意为止。好，时间无早，较早休困了。嗯，好。来，来看。晚安，晚安。大礼拜都无人有法度把我赶走，哼！除了我，谁拢免想要做魔王家的公主。跟这个新的助理无爱买哦，我是安尼做歹事，实在无几工了，带转来厝内住，啊，佮讲安尼一家人同款，哇，讲到遐尼好听，你看看，哈？你妈咧破坏爸名声好无啦？我哪有咧破坏伊的名声啊？我是咧讲这个小雨原来不哩啊厉害，你看伊佮爸咧讲话时阵，两目睭咧缩来缩去，缩来缩去，哦，我无甲你骗，绝对无像伊个外表遐尼单纯啊。你妈咧怀疑人好不好？嗯，拄仔我去找伊开讲啊，这個、小雨真单纯，嘛甲爸当作师大同款，真敬重伊啊，啊嘛真感恩，啊袂像迄谢明明变鬼变怪。也毋过，好啊啦，经过遮尔侪风波，我刚希望这厝内底当平平静静啦。爸拢六十岁啊，安尼两个嘛拢遐尼无用，这個、小雨还当留落来陪爸，那嘛真好啊。那我意思是，听无嘴大富贵，莫阁自找麻烦啊！爸若欢喜哦，无得卡，伊得赶紧出来替你选议员的。哼，阁怀疑哦，哦，要洗身躯啊！